总理府发表的声明说，这次地震还造成2608人受伤，2262座建筑物遭破坏。目前，救援人员已经从废墟中成功救出187人。土耳其发生的也是7.2级地震，已经进入第五天。救援人员于当地时间28号清晨，在地震重灾区埃尔塞斯镇的一栋公寓楼废墟中，成功救出一名13岁男孩。这名男孩名叫托卡伊，在废墟中被埋了超过108个小时，他目前已经被送往医院。土耳其当局称，该男孩的身体状况目前尚不清楚，但是根据媒体播放的视频显示，托卡伊被救出来时意识清醒。